上面这个弯头这个，然后再写一竖，那第二个横画另笔写，好、哦，这样才可以把那个线拉过来，把下面这个线把它写上来，对不对？哦、那这两笔就写短一点。这他们有一点，哦，这个金哈、哦，大概是要一笔写哈、哦。哦，啊，你注意一下我们这个铁上，它的弯，这边弯的比较大，这边弯的比较小，有没有？哦。嗯